要把固定的资料取得的话，你可以用 input bus， 请输入提名关键字，它会把资料输入之后哈，那记得啊，这个地方本来是放类似像 network， 那它是在这个字串里面，可是问题它现在要放的不是一个字串，而是一个变数的话，那变数特别重要，变数你就不能像那个这个字串文字一样直接放进去，你变成要什么？先把字先切开来，好，切开来，那切开来的话，一定就是把它再分成这边前双引号、后双引号，那这个后双引号变成前双引号，啊，中间如果要串一个变数的话，一定要加那个 and 符号，所以 and， 好，然后再把那个 x 放在中间，大概逻辑是这样的哦，所以这个跟之前放个 i 那个概念是差不多，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的话，你其实可以用背口诀的方式，好，那口诀部分的话就类似这样的。原来是这一串哦，这个是关键字，那一样嘛，就是啊 ，network 先选起来，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再移到中间，加一个 x 就可以了，这样保证不会错哦，对吗？跟之前一样哈，对啊，之前一年级有教过吗？有没有 i 的部分呢、啊？放 i 的方法？可是我不知道有口诀。真的吗？还是是？就等于是说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，以后你打程式就这样打，一定不会错的一个，算我自己习惯的口诀啦。OK OK， 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再讲一遍好了，保证不会错。一，选取你要的这一串文字哦，你就双引号两个，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，再移到中间，再把变数放在中间就可以了。然后但是呢，哈、哦，它 and 前后一定要空白，就跟你那个。英文叙述啊，每个字跟每个字中间要加空白，到底是一样，所以空白一下，空白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程式就写完了。哦，那将来我们在输入关键字呢，就可以把我们要的关键字给找出来啊、哦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什么，这个地方输入，那就可以找出我们之前要找的资料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没有区分说那个简体或繁体的问题了。所以刚刚那个会有简体的，像那个。中国这两个字 ，OK，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如果说呢，我今天需要个简体版，你可以把这个拖拉加 Ctrl 键，哦，就等于是复制一个工作表，然后这边的话刮弧，后面就是加一个简好了，表示简体字。那也是一样，把 A2 Ctrl 去个向右向下哦。你如果要变简体版的话，你可以到校阅里面，再把它变成什么？刚刚是繁简转繁有没有？那你就再把繁转简。就会变多出一个这个所谓的简体版，你会发现这边都是简体字，有没有？是简体字的 ，OK 哈。所以以后的话，当然多元，如果你要看哪个版本，你就可以马上设计出来哈。那这个是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假如说我的需求，可是我现在我不是只要找提名哦，我现在要找的什么？我可能要找作者是谁？那作者我可能只知道那个作者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的姓我想不起来的话。也就一样要关键字哦，请输入作者关键字。那我要怎么做一个什么呢？这边如果说还要再放个按钮，叫什么筛选作者好了。筛选作者，那要怎么做？其实也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已经做出筛选提名的话啊，提名是它的栏位名称啊，那你要筛选作者啊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叫什么？把刚刚的筛选提名的程式复制拿来改就可以了。那要改哪些地方哦？特别是一找到什么呢？筛选提名这个程式嘛，哈，那你就把它复制一下，贴到底下，好，改什么呢？改筛选什么？筛选作者吧，好 ，OK， 我们这个栏个名称叫作者，好，筛选作者就把名称改一下，作者 ，OK， 哈，好，那请输入什么？请输入作者关键字啊，啊，那个作者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告诉我一下啊。然后一样找这个范围，一样 auto filter， 但是呢，你一定要改一个地方，改哪个地方？底下这一行，请问改哪里？特别注意哦，看得出来吗？这里的话哦 auto filter 后面这个是什么？第几栏？提名在第一栏、第二栏，作者在第几栏？第三栏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要改的话，请你务必一定要把这边怎么样改成多少？对，改成3。好 ，OK。
好，所以这边改一下，改成三，那你就已经把筛选作者给写出来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再多增加一个按钮啦，这个按钮我要放在下，我看把它再提一下了，哎，这个好，把它往上提一下，或者是说哈啊，这个啊，把这几个 Ctrl 键按住哈，干脆把它一起帮它缩小了，好，帮它小一点哈，我把它放不下，然后再把它怎么样，哎，这个按右键才可以选得到哈，然后再把它往上一下这样 ，OK， 然后这边再把它。按右键，然后往上拉一下，啊，这边就把这个复制这个按钮，然后再贴一下，复制之后贴，然后移动一下，然后把它按右键，重新指定，它叫做筛选作者，在这里，好，然后把它复制一下它的名称，并且把这上面的按钮把它贴上去，改一个名称叫筛选作者，不过它这个好像有一点点重影的效果，好像有点怪怪，不过你点开来它就恢复了。好，没有，然后试一下，我要找哪个作者，我可能只知道那个作者叫什么，可能作者他的名字姓刘好了，刘什么我不知道，好，所以筛选一下，看姓刘的作者有几个，刘，好，然后刘什么不知道， OK， 按确定，那你会发现这就找到了，总共会有姓刘的作者，总共有三笔，那我们当然可以找到我要的， OK， 那一样你可以按一下那个筛选复原，它又复原了，所以你又可以再找其他的啊。所以同样的道理啊，将来如果你要找什么，找书目编号，或者是找出版社、找类型等等的哈，那你通通都可以怎么样？利用同样的方式把它稍微修改一下，那你就可以做出很多的不同的查询效果。OK 哈，所以这个将来哈，那之前你们有一位学姐就问我说。要怎么样快速的做出查询系统，他想要当这个毕业专题，所以或许啊，这个也可以当成是期末的一个作业，那只是说内容部分请各位自己再做一个变动，道理应该差不多啦，程式也不多，而且各位应该在大一也都有学过 VBA， 这个程式应该比大一的还少啊，只有两行而已， OK， 这样有没有困难？好，试一下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哈 ，OK， 好，试一下哈。